李健你好，这里有一个顾客 Mavic A2 用了半年啊，就发觉到他的遥控器和我们的那个手机不联系，这个是 iPad 我们公司的，还有我已经用了iPhone 还有那个线我们也换了，也 refresh 了方位还是拎不到，所以这位顾客要求保修。OK， 我这里也显示不到那个 iPad， 因为他电话不联机，这里有这个好吗？所以 DJ， 这台遥控器我们要保修，这是偏好，看到吗？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能看到吗？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这个是它的飞机偏好，这是一。二三，好，谢谢 DJ。